花友们好，今天突发奇想，想给那个粗浆草嫁接，然后用到工具就这三样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整。左边这棵是玫红色的长发，应该叫；右边这个是红色的长发，还没开，之前开过花谢了。然后我准备是把左边的花架在右边，右边的花架在左边。首先，我们选取一个强壮一点的秸穗，然后我们把它剪下来。这个的话是一颗红花的粗浆草，准备把它嫁接在这个玫红色的粗浆草上面。然后我们处理秸穗，然后在背部先划一个45度的斜口，在其背面轻轻的带点皮。削破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枝条比较水嫩，所以不太好操作。差不多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处理砧木，砧木的话是先划一个瓶口，然后在它那个瓶口的当中插入。注意啊，一定不要削到手，慢慢的、轻轻的插进去就可以了。最后一步，将秸穗插入到那个我们刚刚削好的口当中。这个地方没拍清楚，因为实在是太难操作。然后剪掉多余的砧木，保留了大概2个芽点。最后一步就是缠膜。因为不太好操作，我这边就省略了步骤，反正就是把它包裹起来。包的非常的艰难，现在已经包好了，包的比较勉强吧，非常的困难。这一颗也是同样的操作，我这边就快进了，也是将秸穗插入，这边可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，将多余的枝条剪掉，然后进行包裹。这边的话包起来不是很顺利，最后我这边采用的是用夹子把它夹住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后期如果愈合的话，我会给大家再拍一个后续。有喜欢我视频的可以帮忙点个赞，加个关注，谢谢。